开，给乐乐家家配个音啊，嘿，跑，嘿，跑，嘿，原地跳跳，右手握拳再来，来右手举起来，五福临门好运来。今年的那个什么基本目标就是20个铂金包嘛。哇，没有啦，没有。你想要全拿的？哇，关哥准备100个嘛，对不对？100个。哦，你要拿五分之一个？不是因为大家都不用分了，因为每年关哥都花不完啊，所以想到今年你是要帮他分担的意思？对对对对，帮他多拿一点点。分忧解劳，觉得他拿的太重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关哥帮你说。对，刚好以前有在运动这样。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他大奖在他身上，你那时候最大奖是就是搬轮胎啊，对对对，然后拿了很多奖金，很重的，结果那一发被剪掉了。对，重点是钱有拿，对，重点是钱有拿，钱拿到就好了。他一年他拿了很多奖金，还包红包给他，还分大奖。那你今年真的要加油，就是我们今年一定会帮中佑哥加油。今年手头比较紧，有多紧？他知道赢多一点啊，对对，所以今年目标是20个才可以发红包。就不用等到哎、欸、还要录影还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随机看到国外有流行什么，我们就想找大家这样跳，这样就找像俊佑哥最近拍很多，所以我们不能输俊佑哥。很荣幸我两支都有参加到。我刚刚是我们刚在练，然后我只能说哎、欸、安总不揪我。我自己跳上瘾。我本来是很排斥，因为我舞蹈本来也不是我的强项。那昨天还前天，俊佑哥就邀我，然后他给我跳一支超难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女生是我的 partner， 她也是超级会跳舞的。然后我就被他们邀请了，这样说也不好意思拒绝，这样我就练一下。没想到一练哦，就觉得那个兴趣都来了，马上看到人家，马上看到我也要跳，可以加一，然后伟杰应该是经过六孔，哎、欸，可以跟我跳哦，好好。然后这样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六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以为吹了。哎、okay. 欸，有，是，等，他说这样吗？线上的朋友们，诸事顺利，然后每天都可以很开心，祝您行大运。瓜哥，你就多放点水好不好？因为我可以比个人赛，但是我可能团体的话，我个人是认为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。要拿到你的铂金包，我知道有一点困难度，但没有关系的，
在平常露营就可以拿到你一些红包的样子。哦，平常就有拿到，就是他给我一些鼓励 and 嘉奖的时候，要我们突破自己的时候。哦，哎，对，这一次露营是我有史以来每天都在露营，所以我自己知道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可能会有一点影响比赛，所以这部分。我得饿死，饿死，饿死，饿哦，有了有了，肌肉都清醒了，这样好不好？平常有在运动的习惯吗？最近比较没有，可以讲吗？最近没有，因为最近工作比较累，然后接下来我要拍戏了，所以我都会把这个都时间挪到工作上面。哦，有新作要出来跟大家见面。对，我这次接下来会有今年会有新作品要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而且比较不一样的是是我以往比较没有接触到的戏剧这部分。可以先透露是什么样的角色？No, 因为这个关子要卖得很深，因为这一部戏非常的厉害，请大家敬请期待，锁定好不好？对，要扛错。2018年有去参加武力全开的，算是一次性的一个特别企划。那其实那几次的那个跳舞，我觉得我对舞蹈国标还蛮有兴趣，所以希望新的一年能够朝着这个国标舞，而不是只是歌手的身份而已。够跳进小巨蛋哦，希望能够跳进小巨蛋，没错没错没错。相当之瘦，好吗？我完全不敢站在旁边。对啊，就我就天生比较容易长肌肉，天生长肌肉，然后又吃不胖，可能是因为肌肉量多，所以消耗的热量就会比较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我食量也没有太大，哦，食量也大，对，就是吃空气就饱，是也没有这样，没有。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没办法运动的话，那就真的要少吃。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吃多一点，那就真的没办法，你就要运动。新的挑战嘛，我希望新的一年呢，我可以有自己的创作跟大家分享。哦，创作？对对对，就是可能在我自己的新作品里面会有自己的创作跟词曲的创作的。我说你说减肥成功，我说你变瘦子，我们对啊，减肥大成功，啊，减肥大成功，你是讲稍微难一点点，变瘦，赚过很多钱，赚过很多钱，好难，是吗？换白，超级白，换白，超好笑的，换白太容易了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我要超级白，你要超级白，我要讲多少？超级白，198。被淘汰，但是也要采访一下。
一慢啊。啊，你传导比较慢，对啊，恐龙都是这样，不是吗？真的是快传导的，对啊，不是小恐龙重要，对，想必是你要想一个比较难的，比如说，就是我就一直压想一个难一点，才不会人家很快就很熟。我觉得与其都不要记，好好抢椅子，还是你都不要抢椅子。我刚刚很认真在抢椅子，我完全没有在记。对，刘璇从头到尾他没有记过别人的名字，因为他都是一直在抢椅子。一直在抢椅子，对，这也是一招啊。你不要抢椅子，我觉得压力很大。运动员不一定是谁，搞不好会男女分组，因为刚刚像我们两个男生先被淘汰，我们不好意思挤。不好意思，身体明明就是反应慢，我就可以。不要挤到女生，可能受伤。对对，你脚伤，你脚伤手伤也有什么用？你也是挤。请刚刚重播他刚刚的“我就是反应慢”那一句话给大家。那我就反应慢了，那我就反应慢了，那我就反应慢了。我觉得等下现场名字就更难了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大家试完了就知道名字。对啊，现在刚刚大家讲的，譬如说我要变帅哥，我等一下正式开始的时候才不会讲那么简单。对啊，一定会绕口令，让你绕不出来，我就赢了啊。绕绕看。比如说啊，红豆生南果。请绕绕看。四个，不行，我等一下去查一下字典好了，这样为难我。44，哎，这会不会很难啊？好像还好。44，不是你要有一个愿望，这是什么愿望？愿望没有，他会出一个标题啊，他出一个标题。这第一名真的是奖金80，他给，我今天还要给，而且我今天还看到他的新闻，他会给那空头支票，你可以填你要的，大概80。谢谢。大家明星要维持一样体态，到底怎么一整年怎么维持这样子的体态？像我吗？是一个是，没有，他是问我，是一周8天都在健身房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是吃哎、欸，哦是吃，是吃，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哦，我可能要狂运动啊，还是怎么样？可是其实我们人会变胖啊，或者是可以消脂肪，都是因为吃，不是练。练，我们都说三分练，七分吃。对，所以就是变成说你吃什么都要注意。可是很多人说都不要吃淀粉，我觉得是错。淀粉是我们的能量来源，你没有能量怎么瘦？金红，金红是怎么维持？金红是刚开始是70几公斤，然后后来拍了我们小贺之后变85。对，然后过太好，真的是过太好了啊！可是最近呢，就是终于有意识到，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堕落下去，所以就开始比较勤的跑健身房。而且他很认真，是他都会打电话问我吃的东西要怎么煮啊，还是什么。他现在变很认真，他现在瘦了差不多5-6公斤，而且也长了很多肌肉。没错。哇塞，有秘诀吗？最重要的秘诀。秘诀我觉得是，真的是心态的问题。是心态。对，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个心态的话，你就是永远就是变成说我就是，只是应付的感觉去运动，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去运动，所以我觉得心态很重要。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新计划、新规划？有没有在就是演艺路上有一些要做一些新的挑战？当然就是戏啦，因为其实我们是演学生出道的，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之后在2019年之后可以演到比较不一样的，像可能演一些比较难演的，什么心理变态啊，或者是神经病啊，类似就是比较挑战性的角色，不是那种学生的，想要坏蛋级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不排斥。那你呢？我的话就先瘦再说吧。所以要的标准，新年的标准是，就是先瘦，能看的身材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不要求6块什么，就是能看的身材。只要可以照镜子的身材都好，就是是可以看的。我之前是我照镜子。哎，小姐，喂，讲，对，只要尬，上天尬。这个是健身操大方向，哎，真的很新的，后面很难，我都能做到，我示范给你看，我能做到，你明明知道，不然说什么？我刁难你，男人吃不吃？梦梦到。推看一下公司有没有用到哦，把哪里发到的公司？我天哪，这可以播吗？好多你看我脸都侧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还咬。为什么你要咬嘴唇？啊！为什么咬嘴唇？想做？像我妈妈，为什么？她突然她有 FB 跳到我的 FB 叫刘喜贤，年师的贤。对，那个对，我可以，他的名字是贤。我点进去看是他嘛？是啊，而且我是平时很爱吃咸的，不吃甜的啊。有什么坏人吗？啊，对，所以啊，对，要咸一下来，哎，这么
这跟矮的瘦的有什么关系啊？对啊，去找一个矮的，他是刚刚好跟我身高差不多的。哦啊哦，你不要一下来就都要躺下来的，习惯的，习惯躺下来，搬腿，要搬他的腿，对对，你要抓他的腿，对，你要抓他的腿，对，搬着他的腿，对，好，然后慢慢的躺下，躺下来 ，hold 住，哦，这算是有 hold 住啊，这样 hold 住啊，躺躺躺躺，训练。这个要 hold 住，要超过十秒是不容易的。怎么样？咬嘴唇吗？还在吗？现在感觉没有包的，蛮累的哦。这一蛮累的哦。这一个动作比上一个不享受，对不对？快点结束了。饮食大家都知道吃吃吃，可是三餐可能大家一忙都在外，有没有什么样的秘诀？就是说，哎，饮食真的很重要，那是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最重要？像我就是，我只有中午会吃饱。我只有中午，我只有中午会吃到觉得饱。其他我一定不会吃到让我自己觉得好像有点饱的。哦，晚餐干脆不吃。会吃，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。而且吃很少，我觉得一定要细嚼慢咽，千万不要说哦，我很饿很饿，我什么我可以饿到吃到吃掉一头牛，千万不要，就是真的要不要狼吞虎咽，要细嚼慢咽，真的很重要。哦，细嚼慢咽很重要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你三餐要正常吃，然后而且最好都是吃原生食物，就不要尽量少吃加工的，然后。可以的话也尽量清淡啦，对，因为 有的人喜欢吃重咸，但一像我就是喜欢吃重咸的，所以才会这么黑，才会那么浮肿，这么壮，好养生，然后就会有体力。多早睡？多早睡？大概九点。没有啦，太夸张，太夸张。九点他的手那个手表就会开始响。那个是以前、啊，叫他去睡觉，叫他准备要睡觉。那个是以前，现在还是有被台北影响到。哎呀，被台北了，没有，有晚一点点，但是差不多11-12点啊，11-12点。也算也是要了，不然你演艺工作说真的，你没有培养自己到一个长时间工作的能体力能力条件的话，其实真的会很辛苦。超老。可是我现在还是很想把它调回来10点睡觉。好了，没事。所以新年新希望是10点睡覺。我希望我可以10点多睡，然后起来晨跑。对，我想要晨跑，就是一个退休生活的概念，退休生活的概念就是这样子。对，10点睡觉，早上6点就起来晨跑，然后8点弄好吃早餐，这样超棒的。希望在节目上面的表现可以越来越好。对，就是不要说只有游戏很厉害。好，希望什么很厉害呢？希望可以有更多方面可以帮助到主持群们。对对对，我想主持就是挑战，我说可以帮助到他们。对对对，助理主持啊，是不是？新的作品，对，因为这次也是想要挑战全创作的专辑，对，就是正在已经差不多要收割在收尾的阶段了。哦，所以今猪年有机会，大概希望年终之前。年的中间不是年尾那个年中，年的中间之前，六月啦，六月，好吧，六月之前有机会看到对新的作品。然后因为我现在在那个电台有主持节目，对，也是希望今年主持的节目能够顺顺利利这样。五六七中，1、2、3、4。都会有信心挑战多少个红包吗？哦，其实基本上。不管是运动会或大集合，我都是来冲人数。哇，不能这样啊！每次运动会大集合都是运动很厉害的啊，总要有一些笨的啊。要当绿叶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没有我们的绿叶陪衬那些红花，怎么知道他们多厉害？那平常有没有什么样就是保养身体健康的秘诀？看中医。已经直接去挂号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哎，中医调理很重要。调理大概就是一整年都在吃药的状态。一整年都在，我每天都吃很多药，我不吃药，所以吃维他命啊。哇塞，所以保养健康的秘诀是吃很多药。那有在运动吗？运动这一块遛狗。怎么这么的亲民的运动？可以。所以想遛狗很耗费体力。是养大狗还是约克夏？我希望可以工作很多很多，到不用睡觉都没有关系。要到这么操劳就对了，就是对，这样才可以赚很多钱。握拳，握拳，再来，嘿，来，五福来，谢谢，先拍了。哇，这中间就有困难了，超难的，连初中都这样了。真的，这个游戏应该跟我没有关系吧？没有，你要玩小泉哥上面，你要玩就让你们。
子哎，好，那我等一下试啊。不是他第一个就跟你们抢过去，你可以了。你刚刚有没有抢过去？你直接两只脚，别别两一抓的，你小心你小心。不行啊，不要龙，不行。穿。背会受伤，受伤了，你看，受伤了，卡住我，你刚卡住，哎、欸，但是你坐上面比较稳哎、欸，对啊，比较稳哎、欸，坐，没有，你在那个快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哎哎哎，上一张，谁给麦克太高了吧？不是这样，不知道你先跳，然后我再这样，就一个轻松版的，轻松版的，来来来，你们。身高歧视，我也这么觉得哈、哦。硬伤，好，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彪彪呢？你看，来司机再降一点哦。来，嘿，好，要准备录影了，再蛮硬的，再蛮硬的，准备录影了。这是新一超拿出来给大家看，大家看，给大家看。哎呦喂，有没有？有吗？都有，我只是说希望大家帮我检查有没有，有那种，然后我们收回来。够了吗？对。我想为我的俗气跟你道歉。什么样？就在前两三个月之前，你们就一直说要拿到铂金包，然后就一直很希望拿到铂金包，以为是一个二三十万的那一种。所以是这个铂金包。不要得寸进尺，哎呦，你小心，你小心哦！防守，防守，真的，哎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，哪一家公司啊？就是都打乱我们的节奏，有机会哎！可是钟情有点重哎，太重，我要，我要放手了，好放！底下没力的啦，我可以呐，对，要不？我是可以，但是柔柔姐没有没有试过，成功了，你先上去。她的脸要在哪里啊？你撑不住，先上去。别在她屁股嘛。大家好，我是南中，我在这边祝各位猪年行大运，然后身体健康，赚大钱。不要把我抢走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金宏，我在这边祝大家诸事顺利，恭喜发财。耶、yeah.。新的一年呢，祝大家猪年行大运，然后每天都健康平安，新年快乐！哎、欸，大家好，我是中佑。哎、欸，大家好，我是伟中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怡婷。在新的一年，祝福大家猪年行大运，诸事顺利。哎、欸，诸事顺心。你们珠光宝气好不好？没有要那个玩，帮你想，有可能的默契啊。帮你想一个。啊，你看就知道，这是准备等下就柴火。2019年，祝大家猪年行大运，诸事如意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猪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。